本总队保安队同仁方庆林，昨天是属六到八的巡逻勤务，因为前一天，花莲港西堤那边有火警，所以这位同仁非常认真过去查看后续有没有在火苗，这火警，那因为他经过消波怪不小心跌落进去，那大概在八点交接班的时候，小队长就发现他没有回来，那我们就发动开始。发现他的车辆开始搜寻，结果搜寻到全力做抢救。本总队保安队同仁方庆林，昨天是属六到八的巡逻勤务，因为前一天，花莲港西堤那边有火警，所以这位同仁非常认真过去查看后续有没有在火苗，这火警，那因为他经过消波怪不小心跌落进去，那大概在八点交接班的时候，小队长就发现他没有回来，那我们就发动开始。发现他的车辆开始搜寻，结果搜寻到全力做抢救。